幸福克罗埃西亚之旅的第五天，现在眼前所看到是波斯尼亚的海岸线，也是唯一只有在尼姆这个城市，短短的大概6-7公里的海岸线上，是唯一波斯尼亚靠着大亚得里亚海的边界城市。我们会在尼姆这个城市用一下这边的午餐。小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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